这边这套就是汤号车站楼上40楼，景色超好的一套2房1卫，而且它是很少见的南北通透户型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是它的客厅，然后客厅这边整面镜子都有，然后左边就是它海德公园的景色，包括下边港口的景色全都能看到，景色非常的好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客厅，旁边是它厨房，厨房这边有拉门的防止油烟，然后冰箱这边是，另外一边的话就是看 Darling Harbor 的景色的，前面那个就是 W Hotel 然后和 Sofitel 情人港就在楼下。位置的话可以说非常的核心，然后两个房间跟一个卫生间在这边左手边，对，这边是它的卫生间，洗衣机烘干机全都是有的。这边的话是它第一个房间，这张床的话是 double size 的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入墙是衣柜，这个床呢是 queen size 很大，两个房间的窗子都能看到楼下。你看那栋古香古色建筑物，那就是汤号的那个市政厅。